扑通，有人丢水沟。哇，卡拉伯酒跟鬼一样哎、欸！羊乳片这不行哎、欸，羊乳片有一个羊味。你们小时候有吃过羊乳片吗？以前妈妈都会花大钱，然后买羊乳片跟那个什么鱼肝油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有一颗黄黄的，然后说什么一天要吃两颗，然后吃了之后对眼睛很好，还怎样？不行啊，这个卡拉伯酒根本输不了，好不好？哇，同一布丁哎、欸，同一布丁根本不可能输吧？好化学，好好吃哎、欸！同一布丁里面根本没有鸡蛋。不知道是怎样，还可以做出一个布丁来。哇靠，这个怎么可能输得了？这要怎么输？这一秒鱼片呢、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，还敢跟我们鱼片来比耶？剑术堂，哇，这个是史上最难吃的东西之一，这个跟那个金币巧克力有得拼哎，超级难吃哎，然后它的口感超怪，它。哦，不行不行，反正这边点心面先选好了，爆米花跟玛瑙。爆米花的上下限也是超级高哎、欸，你知道我吃过最好吃的爆米花是什么吗？就是小时候在市场买的那个爆米花，通常都是一台机器，然后它是一个车车，然后会挂在外面，它在爆的时候又它会加奶油啊，超级香，然后就会求妈妈买那个给我吃。但是现在去看电影了，不是都会有一些那种爆米花可乐套餐吗？我都觉得现在爆米花是毫无灵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就没什么。好吃的，吃到爆米花就觉得哦，超级好吃。果冻条跟蛋酥饼干，果冻条这边不可能输得了吧？这个好化学，好垃圾，超好吃。这个还要拿去冷冻库冰，你们知道吗？果冻条是只能绑定放在冷冻库了，太好吃了。果冻条输不了。哇，这个巧克力米，这也是世界上最废的零食前几名呢。这个就是假装要把那个刨冰装饰的五彩。缤纷，然后在那边给我给搞撒在上面的东西，但是它真的是不行哎、欸！如果有人会在我的刨冰上面撒这个巧克力米，我就会把那碗刨冰丢到他脸上。米果小卷跟草莓棒棒糖，这个米果小卷就是脆脆，然后有酱油味的那个东西吗？而且我每次都会把那个台台撕起来，就不知道为什么，有人会跟我一样吗？没有人这样吗？就是会先把海苔撕起来吃啊！你怪习惯超多，哪会啊？我没有啊。哇，这两个都很顶耶，可是海苔好像再顶一点耶，而且海苔是不管在哪里出现都是超级加分的东西。海苔啦，海苔好吃的不行。巧克力脆片饼干跟鬼一样，它就是要压碎碎的啊。你们吃巧克力饼干不压碎碎的吗？我是压碎碎的那一派，用牙齿压碎碎，那就只是吃到嘴巴里面，然后用牙齿把它咀嚼而已。干，那哪是压碎碎，靠腰。我说压碎碎是你要先煮到，好不好？主动先把那个饼干给压碎碎的。你说的那个就是单纯放到嘴巴里面去咀嚼而已啦。花生夹心酥跟贡，贡糖是不是就是花生糖啊？啊，贡糖跟花生糖不一样啊。什么是猪脚贡糖？还有猪脚贡糖这种东西啊？所以是外面那一圈 QQ 的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以为用猪脚做？哈，不是吗？刚不是说是猪脚贡糖吗？外面那圈不是猪脚？形状哪里像？猪脚是这样哎、欸，哪里像？它那个样子明明就。很像酥皮蛋糕，就是中间有一个海绵块，然后外面有一层酥皮，这不是酥皮蛋糕贡糖吗？为什么不叫酥皮蛋糕贡糖？操！你管我，我就要叫它猪脚，这种感觉就跟你自称结义一样吧。我看你是讲话很呛哦。多利多姿，这边遇到多利多姿，你派了一个不知道是谁的桃酥出来，完全是送头哎、欸！香港桃酥很顶，我不信，加油帮我寄一盒。这东西香港很强是不是？它的品牌叫香港，它的品牌叫香港，然后香港桃酥，所以不是在香港的桃酥是不是？不是，那你要早点讲，我怎么知道啊？这到底有多好吃？我小时候拿桃酥走在路上会被流浪狗追，不得不说你一脸。长得很欠狗追的样子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跟你聊天，你如果问我说，我今天好睡，你猜我发生什么事情？我就是会很自然而然的讲说，哦，被狗追吗？我就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要先给多利多姿啦。哇，
这个超好吃哎、欸！乐天巧克力派我超不行的耶，我觉得超无聊的。他又不是乐天啦啦队，他今天如果是乐天啦啦队跟胶带口香糖，我就选乐天啦啦队。那我们这边就是胶带口香糖。哎、欸，蝴蝶派饼干不错吃哎、欸，它左边这个口香糖是真的不行哎、欸，这口香糖真的是超级凉的。右边要沾糖，这个东西不是本来就一堆糖粉在上面，还要再沾糖吃哦？要沾什么糖？蜂蜜吗？还是沾什么炼乳吗？还是什么这样？沾东泉哦！哇靠，我们东泉也不是什么东西，沾了东泉就很好吃了，好不好？在这边要给蝴蝶派一个、啊，且慢，你到底订阅了没啊？还没的话，赶快按下订阅的键，而且我们现在还可以加入频道会员咯，频道会员可以干嘛呢？好像也不能干嘛，可是可以很直接的支持我哦，赶快加入，赞赞！世界上最难吃的零食又来咯，右边这个真的是难吃的不行哎、欸，这个也是可以进入我们难吃排行榜 KO 榜，一定榜中有名的耶。它有内馅，你知道吗？它那个外面的味道就已经够怪了，然后里面中间还有内馅，那个味道超怪的。这是橘水轩吗？这是它的那个生产厂商还是什么吗？哥，你怎么敢出这个产品？你怎么敢啊？我是不知道这个牌子大不大，但我有一说一哦，完全没有办法忍受。笑斗糖是什么啊？是酸酸的吗？又是你橘水轩，又是你在那边给我出这些有的没的东西，滚啊橘水轩！巧克力球跟宝咖咖，宝咖咖真的很废耶！我记得巧克力球现在也变超难吃了。我小学的时候，同学塞一大把足球巧克力到我口袋，我想说他是我这辈子的好兄弟，直到体育课结束，巧克力都融化在口袋里。不知道为什么好有画面哦。那我要选足球巧克力。哎，现在是不是没有这个东西了？好怀念哦。看橘水轩，又是你，又在那边给我出这种口粮，这个又超干的，超无聊。米德跟黑加力哦，不是，如果是黑加加，我就会选右边了嘛。问题是他现在是黑加力，就不是黑加加嘛。我要真有卡拉姆酒可以取代，你他妈放屁！你竟然要拿卡拉姆酒取代我阿珍，完全不同档次的东西耶！今天如果是卡拉姆酒跟阿珍在这边，我就是一秒选。干，爆不超好吃的耶，二马德，阿珍也超好吃的。阿珍，哦，好苦啊！小熊软糖对统一布丁哦，干，好像要给小熊软糖哎、欸！我想了一下我的人生，干就选个零食二选一，然后还要想到人生，不要啊！干这两个真的是在我心里很强很强的东西耶、欸，好痛苦啊！救命啊！抱歉了，小熊。输不了哎、欸，鱼片太好吃啦！巧克力豆跟脆面，脆面什么垃圾？不是，大家不要这么火爆，就选个零食，搞得人家在选什么女时光组选老婆老公一样，不要这么火爆，不就是零食而已吗？科学面吧，我应该是科学面。可为什么是你们？那另外那边是谁？果冻条跟科学面是不是？我看好难哦。这个我都吃好久的东西耶，坚哥 How to lose， 很熟是不是啦？右边色素比较多，赢了。哎呦，有这个亲友团的部分是不是？这里应该冠亚了。后面是科学面跟果冻条嘛，那这边谁上去谁就冠军了。鱼哥100%化工食品，没有理由输。为什么人家是100%纯天然，你是100%纯化工食品，什么意思？我要公布了，那我们恭喜鱼片。没有办法啦，鱼哥真的太化工太好吃了啦，而且那有我满满的回忆在里面呢、欸。
边其实应该理论上很近啦、啊、很近，但上去都上去赢不了鱼片啦、啊、关键是在老人的回忆。对啊，因为以前就很穷啊，以前干十块钱可以买一大堆鱼哥，那煎哥一包可能要20块，买不起。不过来台北之后就比较不好买，或者是你要买到比较贵的就有点堵然。哎、欸、不过话说他竟然没有那个耶，蛋黄软糖有一些我以为会有的，里面好像没有。你们可以玩看看，看有没有玩到我没玩到的，可以看看自己喜欢什么东西。怎么可能饿了？干，中午才吃一大碗，又在那边给我装饿，又在那边装可怜，装没吃东西。好了，我先去喂一点东西，喂一点小零食好了。